接下来关心最上强的消息，该关渡济慈善会举办渡济春暖爱心物资发放活动，募集物资捐赠嘉义县市边缘弱势家庭以及救难救助个案。理事长蔡宗宏表示，捐献出500份有白米甲全年礼券等等民生物资，同时现场由义诊、烈灵各界拢共享盛举。该关渡济慈善会举办渡济春暖爱心物资发放活动。目前物资捐赠该县市边缘弱势家庭以及急难救助个案。理事长蔡宗宏表示，奉献出500份的物资。今天准备有500份，每份里面有白米3公斤、酱油、盐、糖、泡面、麦片、鱼罐头及全年的底线民生物资。那这样子的活动，我们慈善会已经连续办理20几年啊，哈。那很感谢我们慈善会的所有的干部，那所有的会员跟志工，那每年在我们这公司乎圣诞之前，那结合所有的爱心力量来照顾我们500多个弱势家庭。那社会局的话，对于我们弱势家庭，虽然在生活的一个就养、就医、就学的部分给予照顾。但是很多社会看不到的角落，还是需要公司协力一起来努力。那今天非常的感谢道济慈善会所有的志工、所有的团体一起来做善行。我们的道济慈善会来集结众人的力量，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哈。我们非常的感谢他，那也希望他们可以持续抱着咱这公吼慈悲为怀、扶弱济贫的一个精神哦，继续让这样子爱的力量、善的循环蔓延下去，让咱的社会会当更加和谐哦。啊，伫遮再次感谢咱的道济慈善会。物资有白米3公斤、家庭用品以及全年礼券等等的民生物资。同时，热心的店家贩卖空间简单快捷来帮忙义诊。嘉义市经络协会也来打大家所长筋骨，都为爱心人士慷慨解囊，捐赠物资，共享盛举。谢谢新闻蔡明彤，最上香唱不得。清晨，从海拔3000公尺穿越到海平面，唤醒北纬23度半亚热带气候的嘉义。泉水灌溉，透气土壤，丰沛水气滋养生长，云雾笼罩，低温所香，远近驰名的阿里山是甘泉美味的高山茶，而出类拔萃一枝独秀是顽固的阿拉比卡，近年在阳光洗礼下，让新的伙伴找到更适合的家。极光哈密瓜，这份不期而遇的惊喜，是嘉义与大自然献出最美的心意。我一直在循着改变养鹅的模式、环境、空气的挑战，我也不想污染到这片土地。养鹅就像我们在养自己的小孩一样，以前有一首歌叫做《鹅鹅戏绿波》，就在那自然的环境中让它悠悠的成长。凤梨日温差要大，产生的果实品质会比较好，我们不大需要用药物，它就能长得很好。我希望把凤梨打造成嘉义这块土地的文化性格。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命我都把它当成我自己的小孩子般的在照顾，有没有用药就会涉及到它是不是残留，那零用药就是我就完全没有，那是不一样的精神。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，山坡上面野花多，鹅儿戏绿波。